了这么多老伴儿的故事了，我们是不是特别期待？接下来咱们响起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啊少马爷的夫人张秀琴女士，欢迎，欢迎阿姨。您好，您好。您在后面都听见了吧？少马爷夸您半天了，他都没法叫了，还有那叫直男。对，对，刚说了。少马爷跟您之前一个对象都没搞过，没事，不就是那个深受其害那个？哦，那六个女朋友您都坦白了？哪有六个？他跟那都认识。对啊，平时啊，您跟少马爷一块生活，有没有您特别瞧不上的一些小毛病？比如卫生啊，比如平时刷锅洗碗呢？他不干，他都不干。哎，不是全部，就走，有时候偶尔做点饭。做饭还不行吗？炖肉，炖肉，炖肉就炖，就会炖肉。炒咸菜，炒咸，哎，我听说过炒咸菜。红拌萝卜，拌萝卜是吧？炒豆角，这还不够吗？是这素菜都够一桌了，这谁都吃呢。我跟我们爷爷说，我说你看，嘛也不管，都是我的。你让我们爷爷说嘛呢？都是你惯的。当初他会做被子，踩被子做被盖房都会呀、啊，就好像自然而然就是受罪的病。我一干他就爱干，明白了，他起什么玩意儿？就是这几十年，对，沾干活的事儿，您都没抢过老太太，包括指甲他都给嚼出来，结果自个儿嚼啊。你腰不好，够不着，是不？我说你得把袜子给攒脱了。我给他攒，我给他讲。太会过了。刚才您上来之前，少马爷提到您之后，眼睛啊放光，脸上洋溢出那种幸福感，我们都看见了。当初肯定是少马爷追的您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追，好像谁没追谁。那就怎么就在一块儿了呢？他二十八了，嫁不出去了。不过那个时候，阿姨28岁，应该算是那个大龄大。在那个年代，其实少马爷这个颜值算是颜值担当了。我们俩见面时，穿大裤衩子、凉鞋，拿着烟袋就去了。拿着烟袋，在我们单位刚安完锅炉，那蹭的都是锈。哦，脏的。拿着烟袋，也考验一下。考验一下。他一嫌我，哎呀。这完了，完了就完。后来没想到，就喜欢劳动人民。阿姨，当时您看到就是马老师那样，您怎么想的？您相中没几眼？他一想就嫁不出去了，赶紧的走。您等会儿，人不是那么想的，人不是那么想的。喊那圈也没有特别讲究的，他就埋的上嘛集中营那个。上饶集中营。看那个电影。我爱看这类片子。刚一开，吓得我们叽里咕噜就走了。不对呀，这套路不对，抱着呀，也这票白买了。那时候票本来就贵，那我跟他说，我说我可不看，把我吓坏了。这一开票，哟，一看我就着了，他就一直看到完。您就自个儿一人在里头，您没追出来是吗？没有，不对，我没有这个，你不看我也不看了。我是真好好看这个。如果我和明宇去看电影。我要是中途走了，他敢把这个电影看完，哎，对，那就没影片了，那就。要不上你们俩去了，一会儿他背书包，你干嘛去？我得看演出去。我说我呢，你让人带带别人带你走吧。我一看我走吧，我就回来了。但是明宇，你知道吗？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幸福有一个标准，那就是经济大权是否在女主人的手里。我花不出去。哎，今天咱翻翻少马爷兜，哎，看看今天老爷子兜里带了多少钱，怎么样？这没说有这个，真的真。这回多了，这回平常啊，他说嘛，我得带200，我你要200我就给。后来说不行啊，我万一要请人吃饭，你再给我来300，我说你300干嘛？给你1000不就完了吗？这1000几年了，就别舔了，不卫生。哎，5、6、8、9，1000块钱，1000块钱，还一个，还一乘车卡。啊！但是我翻到一张照片，明宇，少马爷捐出了10万块钱，这不离那个甘肃那个永昌县，我们老爷子祖上是那儿的，参观学校，那学校啊，孩子挺苦的，我这捐给他们得了，当时还给我照那么一相，就是捐给小学了。所以真是从这点点滴滴，我们能看出老一辈艺术家对待下一代的这些情怀还有责任感。对，
我刚刚看到了是，比如说家里有跟六甲有关的这些照片，就是在六甲老师的，比如说三岁前吧，您作为父亲都做了一些什么事儿呢？哎呦，教的还好多东西，出门我都带着，教了好多东西，所以现在六甲嘛也不忘，小时候教那都会背。现在那他小时候的很多记忆，就是对于您来说，他会觉得您是一个比如说慈父啊，还是一个说比较严厉的爸爸？我们是罗圈怕，哦，我怕他，他怕儿子，儿子怕我。今天也特别的谢谢马老师跟阿姨来到我们群会来做客，告诉我们什么是家，在他们结婚四十周年的时候啊，带来这一份感动，让我们看到这些老的照片，看到他们的往事，看到他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。当然了，今天呢，我们在最后也要送两位一张照片，让它也变成你们记忆当中的美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共同留下这最幸福的一刻。欢迎马老师，阿姨走。来，张阿姨，您坐在这边，马老师，您坐在这边。好的，慢慢的看着对方。好的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头顶慢慢的再靠在一起。一、二，对了，把阿姨的手举起来，轻轻的亲一下阿姨的手。好。有你在，就是有我生命的延续。有你在，就是家。手机上搜索下载添加 APP 手机客户端万事达，可以随时观看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。